这个同岛一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假设台北好，就连双北也清零了，可是你其他县市如果还有潜入的 case， 你知道吗？还是没办法。我们台北市现在已经开始有，我现在看起来12个行政区里面有5个行政区嘛，从6月13号到现在都没有案例了，所以表示我们这种精准追杀的方法看起来是有效。所以我相信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知道吗？台北的这些潜伏的感染源哦，应该一个一个挑出来会歼灭掉。可是问题是哦，他如果从外县市进来，那还是一样，一个狮子王就可以造成一大堆感染了。所以台湾还是同岛一命，你知道，这时候就真的是同岛一命了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，我是这样的哦，我想是，反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，我们现在再用几个礼拜的时间。至少把台北市先清零，清零以后，这到底全台湾要怎么做？这真的要，这个就不是台北的问题，也不是双北的问题，这是全台湾要一起想的问题了。